大家好啊，又翻嚟米芝莲嘅时间啦。呢次揾食走就嚟元芳，食咗个好豪华嘅上海菜。点解叫做豪华？去到片尾你就知噶啦。佢个套餐系叫二人丰盛餐，佢嘅前菜就一个三小碟，用冷盘嚟到做前菜都系一个非常上海嘅食法。个三小碟就系牛肉、醉鸡同埋有个素鹅腐皮卷。佢个醉鸡嘅酒味好丰富，所以我个人嚟讲系几中意嘅。而牛肉同腐皮卷就冇乜特别，不过不失。佢嘅餐包咗两盅鸡松茸炖鸡汤，我估喺呢个炖鸡汤系丰盛餐里面嘅 special offer， 因为喺 main menu 里面咧系揾唔到嘅。呢个汤佢都应该炖咗好一段时间，佢汤上面嗰层鸡油即系隔住个芒都睇到，同埋佢嘅汤有种特别嘅中药味。我以前冇食过鸡松茸咧，可能呢个就系鸡松茸嘅味道啩。如果你鍾意老火汤同埋药膳嘅话，呢、這个汤就啱晒你。然后就有个点心，我哋揀咗小笼包。佢小笼包嘅汤汁呢就唔算多，但呢就好足料。佢啲馅料撑起咗隻小笼包，睇落就好似好大隻咁。然后就上主菜啦。佢第一个主菜就係佢鲍鱼红烧肉。佢个鲍鱼整得够腍，亦都够入味。而且数量亦都唔少，似出面啲餐厅咁，只俾一两隻俾你就算。叫得做红烧肉，当然就系讲下佢啲肉啦。佢啲肉整得又腍又松化，虽然佢系肥猪肉，但你食落唔会觉得有太肥腻嘅感觉。唯一要挑剔佢嘅地方就系红烧肉系比较重口味，如果个餐能够配埋个白饭咁就最好啦。第二个主菜就系佢紫淮山小炒，佢上菜嗰阵热辣辣，一食落去就知道好够镬气，但系佢嘅淮山就粉粉地唔够爽口。最初我都唔记得咗佢系淮山，佢紫色嗰啲嘢食落去，我觉得佢似芋头多啲。另一个问题就系佢又系好重口味，好咸，所以佢呢个餐确实真系争下啲嘢，就系争碗白饭。最后就系个甜品高力豆沙，佢个豆沙几好食，唔算死甜，而佢个 size 又系好大件，成个菠萝包咁样。以服务嚟到讲，佢呢间餐厅算系唔错。佢上菜嗰阵系睇住你食完一道菜，先再俾另一道菜俾你，每一次佢一堆咁俾晒你。食物质素都好好，但确实真系比较重口味。都系嗰一句啊，加碗白饭啦，唔该。最后就系价钱啦，到埋单嗰阵连茶价连加一，总共系要820蚊，即系人均消费都要410蚊。试完我哋去咗第二个区嘅同一间餐厅食翻同一个餐，个餐入面系前菜同埋甜品系唔同。同埋少咗个鸡松茸炖鸡汤，呢个餐就只系需要400几蚊，即系话扣除茶价同加一句说话，呢个额外嘅炖鸡汤就需要多300蚊啦。呢种汤喺外面叫一盅，我就唔知要几钱啦。只系咁样比较落嚟嘅说话，我就觉得呢个餐有啲偏贵啦。嚟到呢一度，如果你中意呢条片嘅说话，记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下次再搵另一间餐厅再食过，系咁先。